拿去跑来看水平。拿给毛给 OK， 来啊来，这个拿就来。来前面投低。镜头麻烦再调整一下，谢谢。蹲谢谢你的意思。前面有不要被占了哦。第三层，请这次参与群众募资的支持者代表帮我们盖上去。第三层由赞助者代表盖上去之后，第四层邀请台湾的学生代表帮忙盖上去。地单的那边麻烦工作人员帮忙开启一下，谢谢。五层，麻烦刚刚的讲者王国禅老师以及他的伙伴们帮忙盖上去。
最后第六层，请在场的香港伙伴们帮忙带上盖上去。最后，请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的理事长曾建元先生以及众筹的支持者代表帮忙在底座上贴上最后的刻字。Thank you.
此入柱终于在台湾重新立起来了。它的立起来不但代表着台湾对香港的声援，也代表着台湾是民主的台湾，是国际的台湾，是民主阵营的台湾。我们绝对不会对中国的恶势力低头，我们绝对不会在中国的恶势力底下低头。他们拆，我们盖。谢谢大家。33年前的今天，中国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惨案。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动用军队，在首都北京真枪实弹滥杀无辜，全然不顾实力，长安街上的数十万学生、平民百姓的生命，将枪口对准学生、市民，这些出动坦克碾压人群，造成数以万计的民众死亡。这次由政府一手制造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是在首都居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6月3日晚上10点左右，戒严部队以黑夜为掩护，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从各个方向开赴天安门广场，沿途一路开枪扫射、追杀，所经之处，学生与市民伤亡惨重。当学生于4日凌晨列队撤离天安门广场，走到西单六部口时，军队首先使用麻痹神经的有毒催泪弹，致使在场的学生还有市民呼吸困难，有窒息感，倒在地上无法自由行动。一排坦克从倒地人群中碾压过去，当场十多名学生丧生或者是碾成重伤。在目前我们已经找到的203位遇难者中，其中有各大院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61名，中小学生14名，失踪人员14名，年轻